家長的支持同埋行動，主動學習規劃點樣運用暑假時間，和自然生活。
你覺得，你覺得暑假嘅意義係俾佢去？你覺得暑假嘅意義係俾佢學習，或者放出乜嘢咧？出暑假嘅意義從來唔係話俾佢持續學習，而係俾佢能夠自主運用佢嘅時間咯。我想再問你，方，因為同方講話咧，如果放暑假，佢嘅學習能力會下降啊。係啊，我哋都啱啱轉變。好，我想問你啦，你啱啱話咧，例如視覺係學啲加減數咁樣，我想問七月份學緊可能三加二等於五，會唔會佢突然之間變咗三加二等於六啊？就是因為由數據指出，就話佢哋嘅數可能會減退。咩數據指出？牛津大學、牛津人。德國，你嘅邏輯，而家好多國家，例如係德國、英國、台灣、新加坡，通通都冇暑期作業，係咪嗰啲國家嘅學生全部學習能力下降一兩個月咧？有風無視咗佢哋學校、佢哋國家嘅教育制度，咁佢哋原本就係冇，佢哋原。所以其實有翻論證唔到呢個暑期作業對於一個學習能力嗰個必要性喺邊咯？我真係想再問一方啦，同我講，你同我方講話要學開放探究字，我想問學開放探究係做啲咩？根據老師嘅喺老師嘅協助之下，學生可以進行一個開放。好開放嘅，亦都按你邏輯，你覺得啲學生自制力咁低啦，係咁開放咧，如何確保佢唔係做邊日污點了事咧？但佢哋可以鞏固嘛？但問題係你覺得佢自制力咁差喎，咁唔自律去做喎，咁你可以按你邏輯，點解佢唔有污點了事咧？我係點啊？一輪個老闆方工先，阿方成先入嚟做個演員。阿方係寫低。係啊。好，阿方工先開始咗今日時間，佢個開堂嘅時間。咁我花教佢有張花喺度玩，有幫緊我嘅喎。因為暑假其實都係自己決定，可唔可以休息？我而家係都係自己決定啊，咁就等於我決定唔貴。跟甚至係，如果有
作業嘅目標同功能都唔清楚。咁我咧今日舉咗兩大例子，揀兩種作業㗎。第一種係傳統作業，今日點解同人都話咧要鞏固所學，準備下一年。但係如果話你用主定嘅時候，用的確鐘頭做乜嘢？公定嘅時候同我哋講半個鐘頭做乜嘢？究竟要做幾多？既然咁少時間就做乜嘢嘅時候，點可以鞏固所學咧？我哋攞個小二學生為例啊，根據香港課程發展協會編定嘅課程綱要咧，真係數學一年要學習16個課題，常識一年都有11個課題，仲未計中文、英文。既然咁，我一年要學習咁多嘢，咁一年學完一方，我哋點樣個暑假就追翻曬啲進度咧？咁有可能你要俾幾多先能夠達到温故知新嘅目的？如果半個鐘做完，究竟同你嘅目的嗱係咪真係達到咧？嗱，之後喺第二種作業啦，今日有可能我哋講話咧係有新式算作業，係探索式去頒獎報告成果，但嗰啲具體內容係點咧？係咪做完就係咪就得咧？咁有冇特定嘅題目咧？我哋見到係小學課程發展之內面，第六章有效益的過程講出，教師係要適時俾學生回饋，建設性嘅回饋先能夠提升學習表現噶嘛。既然有可能你嘅新的作業根本就目的嘅冇目的嘅時候，究竟點解要做咧？我哋見到係你新式小型作業，可能見到係幾張相就得，講話自己做咗啲乜就得嘅時候，究竟同你温故知新呢個目的係咪一致咧？麻煩翻交代，究竟你新式小型作業嘅目的係乜？係咪為做而做咧？咁教師要點達到啊俾回饋啊等等？點達到你所講温故知新嘅效果呢？最後咧，睇有方同學所講咧，話小學生需要嘅咩？有分同學咧，小學生學習的流失，佢就係俾出個數據，就話2.6%就會流失啦。但我見到係會唔會過住一個暑假就會即刻唔識曬3+2、3+2會變形到咧？其實唔會噶嘛。有分同學今日係將成件事誇大咗喎。我哋見到係暑假只有短短2個月就，因為我哋唔能夠趁2個月嘅時間俾佢哋自己去學習咧。更甚嘅係我哋見到係。奧地利嘅研究都指出，即使有少少生疏，佢哋都能夠好短時間追我。因為重要嘅係你用咩態度面對，而唔係嗰少少嘅生疏啊嘛。各位，正方一部分時間為3:09，最後分一齊反方制嘅部分有3:00時間。最後分。Thank you.
顧自身，温顧嘅意思係將啱啱成個學年嘅知識重新温習一次啊嘛。咁按你嘅邏輯，你做暑期作業係咪由年頭第一課做到去年尾最尾嗰課咧？中文第一課做到去中文嘅第十三課，英文嘅第一課做到英文嘅第十三課，上課常識如是重複嘅成年做一次。咁咩嘅話，首先第一就係、是、你要解釋，如果你成年温顧嘅時候，你用幾多嘅時間，學生要做幾多關機械式無謂嘅操練，最後更甚至調翻轉嚟講係要資深添喎。咩叫資深啊？資深就係預備來年嘅課題啊嘛。所以按你嗰個邏輯，如果達到有翻你嘅目的嘅話，除咗係之前成年做一次，再做埋來年啲全部做一次。咁我想問啦，你究竟要做幾多時間？係咪真係每日做半鐘就能夠達到有翻後續想講温顧資深嘅目的？如果做得少嘅話，又點樣達得到咧？呢個第一。而更新嘅就係啦，我哋仲有除咗講一啲舊式、補充式嘅之外咧，我仲講啲新式嘅自然功課，或做啲探究。咁我想問啦，你啲探究同你温故知新同你後方有關，你自己口中所講嘅目的個關係喺邊度咧？温故知新，我哋就即係講一啲你每年學年入邊一啲學科嘅知識啊嘛。你做嗰啲探究式嘅知識同你學科無關嘅時候，要達到你温故知新嘅目標咧，所以入翻第一解釋唔到温故知新呢一個目的。第二入翻講話要避免一個學歷嘅流失。嘅論證就係話咧，我如果唔做半年嘅話咧，即係我唔做暑期作業嘅話，就會一個學歷嘅流失。但我好奇怪，啱啱前場講咗成場啦，有好多唔同國家，嗰啲國家係咪好多都冇暑期作業？係咪按入香港政府都會好似你所講流失咗六個月嘅知識咧？而更甚嘅就係、是，我想問更甚啲，我哋要諗一個問題就係、是，你避暑期作業佢如何避免咗佢呢個學歷流失嘅問題先？今日我方見到啲嘅資料，例如係咧美國史丹福大學嘅研究，喺有較少暑期研究嘅丹麥指出，呢個學習能力比較沉重。泰國更加高喎，更甚嘅就係按你個邏輯，如果你話咧，如果俾佢有就會有一個學歷流失嘅知識嘅問題嘅時候，但問題你今日我方講咪專業講啊嘛，你講啲學生更冇自發性、更唔自律啦，咁你就算俾暑期功課佢都係最緊要有敷衍了事嘅啫嘛，如何達到入翻我中所講嘅提升你眼睛、提升你嘅嗰個學習性知識咧？所以又轉頭啦，你個問題喺邊度咧？更甚問題你話，如果你覺得一旦俾暑期功課佢就會造成學歷流失，按你個邏輯。一世都做暑期想做落去咧，講緊就係今日我哋要學生一個自主運用嘅機會，自主學習嘅一個嘅機會，正正就要取消暑期作業開始咯。我有翻邏輯，你覺得一世都堅持暑期作業，呢個係香港教育嘅目的咧？最後你問嘅就係暑假嘅意義係啲咩嘅？暑假講緊係乜嘢？講緊學咗十一個月嘅課程，專用休息嘅時間，點解我方明白學習咗十一個月之後都唔夠有一個自主運用嘅時間咧？各位，正方第。三分零七秒六半年需扣分，跟住係反方第二部分有三分零時間，準備好分計點？全部位答好，今日有方問我哋，今日我哋暑期功課係乜嘢？有方識講啦，温故知新。咁有方就係驚話啲全部功課啦，可能做好多課題啲嘢啦，可能做到温故知新啦。不過問題係而家暑期作業佢係分好多版啊嘛，即係到每一課我哋。有咩人問我哋？開課探
有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三分鐘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時間用不近乎宣告你嘅方式嘅情形成教，雙方保持由提出規劃拖延發言，而每位議員都必須係本環節發言。到期本環節結束之後，在場人士發言有別於從你發言，可經常提出。實質嘅話，該議員所在一方中你會為評判扣除分，因為雙方嘅問題。咁我嘅話，自由辯論環節而家開始，請正方發言為辯員首先發言。咁樣坐咗咁耐嘅時候，休息兩個月
問題係温故第一就因為證明咗你做你温故之身，你做金絲的拍到温故之身。第二就係我想問暑假點解一定要學習？我俾佢自己揀，自己想做啲乜嘢，有乜嘢問題先？所以而家有翻立場就係又温故又唔知身，就等佢全部嚟到英國，佢哋自律性咁差嘅時候，點解可以確保佢哋暑假就有學習而唔係荒廢咧？咁我啲白台都咪講咗，你講到佢自己性格低，你去俾條罪佢，點會做亂亂咁打西咁做實？我想問你有講你立場係矛盾咧？跟住嘅，我哋冇話俾佢學習喎，佢哋可以自主購嚟講啲成成暑假，因為由學生主導。咁點解而家你俾自主學習？佢哋既然因冇自律，咁點樣去自主學習？因為我冇話過唔自律喎，又話唔自律都係有方同學，但呢一方面我係唔自律，另一方面又話俾啲人通過佢哋嘛，咁你可能你係整個自律噶。想想如果小學生連選期都沒有，他是一天在虛度光陰，將時間當錢。
有幫揀翻清楚啦。而家有方法嘅指導，其實表面上俾你揀你想做咩、學咩，但到底其實有幾多小學生真係有自我約束力，真係會去真係去學嘢，定還是佢純粹係去玩嘅啫？其實有方法無論成果啦，所以我方而家咪提倡開放探究式學習咯，即係俾到佢哋指引嘅同時，佢有權利去自由選擇學習方向，同埋佢有分享或者係研習報告呢啲作為約束，咁佢哋就自然就會認真去揾嘅。
佢哋依然要做書面功課咧，都唔係。方便電發電壓雲地區工位合表個標示嘅扣分，即係佢哋轉到公立嘅原位就嚟下，但係評判最佳辯論需要額外評分。每位評判即係今日八位學上面當中指出表現較突出嘅三位，獎金平均分數最低一位30，次佳一位20，最低一位20分。譬如五位同學。
你哋冇一字禮貌，但係答咗出嚟嘅時候，我唔覺得你冇一字禮貌，即係係咪？你知唔知道你發生咩事先？有冇聽過？知噶嘛？即係其實你兩正常都揾到啦，即係學北台灣係宣布呢壇嘢咁樣噶嘛。咁佢哋係唔取消？佢哋係取消嘅。即係冇答案啦，呢個又係第二樣你要逼嘅嘢啦。即我示範緊係，如果我要挑戰正方嘅答案，你應該，因為台灣好得意，佢就話取消，但其實咧佢就真係做叫啲學生翻去做探究學習啦，係咪？即係做即甚至乎簡單，我翻去表演，係翻去學一個新嘅技能，你翻嚟學，我開學嘅時候表演俾大家睇，咁學咩技能你自己決定啦。甚至乎我以快樂為題，做一個暑假，咁快樂你可以好多快樂噶嘛。咁呢個算唔算係取消咧？其實我覺得雙方係可以去搞。咁因為呢個好影響佢嗰個自我安排，你嗰個嘅理論功課嘅推演。咁而佢哋冇立場嘅話，咁我會覺得，咁台灣咪唔係取消咯？其實你哋有講啦，日本都係探究式學習啫嘛，叫啲僆仔數下自己個社區有幾多環保桶咁樣，之後做埋報告。日本唔係咁嘅，日本係咁。我覺得你哋後場其實可以講多少少呢一樣嘢，對我學習究竟比較幫助。因為你講咗好多，全場講極多就係、是，喂學業會流失，我哋會唔記得咗啲嘢。咁但係對方就會逼你啦，就答究竟要做幾多功課，先可以令到學業流失。其實我覺得呢個立場咧，你都答得有啲有啲曖昧。咁好簡單啫，我每日做小積分好簡單。打辯論咁，我唔係話每一個禮拜都要打辯論啊嘛。我得閒睇下辯論片都好過我成個月唔睇啊。咁即你學校都會有 training camp 啦，都會有暑期會有一啲嘢。咁所以咪你哋口中嘅嗰啲温故知新，佢上你價值啊嘛。你講啲温故知新，好似要做到好似考完試嗰種狀態，你唔係咁噶嘛，係咪？所以其實你唔好俾對方過呢樣嘢，即係你問佢係咪會唔記得二加三等於五啊？喂，其實可能真係會唔記得㗎。咁有可能如果你唔記得，你唔睇咧。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有啲嘢其實講出嚟其實好聽，但係你要嘗試下，真係要入去睇實學生去做挑戰。OK， 咁調翻轉咧，我覺得佢哋有一樣嘢幾好嘅，但係喺某啲位置開始出，去到後場好聰明嘅多一樣嘢就係自主安排嗰樣嘢。佢哋嘅國話咧就係自主安排。其實咧，嗰半個鐘咧做完之後，你就可以自主安排啦。OK， 我想問你，訓練時喺你嘅世界觀入邊，做完嗰半個鐘都可以自主安排啊？講好多次，成個節目 keep 住講半個鐘啫嘛。你冇半個鐘自我安排嘅時間，你有23.5小時自我安排時間喎。上即係半個鐘係屋上，要完整地俾佢自我安排。OK， 嗱呢個就係個重點啦。我覺得你講呢樣嘢，係好多時候，我覺得喺主辯嘅口中會經常透露到呢一個嘅重點出嚟，就係、是、我今日已經係從學校嘅角色去幫你安排咗你要做呢啲暑期功課。喺學生嘅意識形態入面，佢就會覺得其實暑假都係由學校安排嘅啫，我自己唔想乜安排啫，學校安排完咪我阿媽安排咯。咁如果喺你哋嘅世界入面，應該話多呢個情景俾我聽，就係、是、當我學校唔再佈置暑期功課，咁佢哋係咪乜嘢都唔使做？我就同佢講：，啊，同學，我哋唔係乜嘢都唔使做嘅喎。嗱，你暑假你自己安排你嘅暑假，翻嚟話俾我聽，你做咗啲咩？咁呢個係功課咧，唔係功課，但學生係真係要講話俾我聽，你點樣安排你嘅暑假？咁呢個就係你哋口中嘅嗰個自我安排。但係我覺得呢個位係好尷尬，我覺得我會俾對面咯。咁你半個鐘你點自我安排？咁你做少少啫嘛，所以其實去到中後場，我覺得呢一樣嘢去到結辯嘅時候，我覺得你都會上升到個價值，就係、是、其實我哋個社會要去改變嘅時候，呢一樣嘢重點係咁。但係我覺得雙方今日都我只係停咗打到個上一場嘅，係啦。從公辯，我覺得大家問問題都尖鋭，應對都好好嘅。其實兩邊嘅公辯都做得好好喺呢個位置度。唯一最後一個嘅小評語就係，我覺得當一啲現實嘅問題去處理咗嘅時候，你哋點樣再推條辯論上一個嘅檔次？你哋應該推嘅就係香港呢一種不斷去做功課、驚學業流失嘅嗰種態度，係咪一種合理應該持續落去，定還是其實教育應該轉向一種以學生為主導、老師只係輔助、自我安排從暑假開始實踐嘅模式？而反方應該點翻落去嘅就係喺而家呢一個香港呢個咁嘅體制底下，學生就已經習慣地安排一次，日日都係啦。你突然間同我講你要自我安排，其實成個體制要點樣改變呢？我覺得喺反方嘅世界觀裏面應該係調翻轉嘅。嗰啲外國成功嘅例子係因為人哋本身嘅意識就已經係自我安排，所以佢可以配合做功課，而唔係調翻轉透過唔做功課去體現到自我安排係做唔到嘅。因為你同學仔就算學校唔
佈置任何暑期功課都好，但係佢係真係冇暑期功課做咧，佢可能有更多嘅暑期功課。因為好簡單啫，你而家咁做操練嘅風氣，我覺得係要改啊，但係家長係改唔到噶嘛。咁點啊？咁咪谷佢出去做咯，仲癲添？你哋又話三本五本啫，係咪？佢啲家長見到你唔派暑期功課嘅時候，三十五十本啦，因為點解？我會估咯，喂，佢本身已經全級第一啦，佢勁過我啦，喂，我做三五本，佢做三五十本，咁我咪仲勁？唔好啦，你都係做七十本啦咁樣。咁呢個先係個問題。再加上嘅就係唔同家長其實對於點樣去安排自己嘅仔女，佢所講嘅自我安排咧，前提係咩？自我安排學生有能力，自我安排唔係自我能力，唔係嗰個自律性啊，有冇嗰個意識先？小學生喎，小學生自我安排啲咩啊？飲奶、瞓覺，即係我哋小學嘅時候，當一個成年人小學生叻過我哋以前小學嘅時候，但係佢哋未去到嗰種可以安排到一個 schedule 廿幾日做啲咩啊嘛。咁我開學嘅時候點啊？哦，自我安排就係、是、我有諗過安排啊，我安排唔到，所以嗰廿幾日都冇安排過，跟住我就翻學啊。佢冇做功課，佢一啲都冇做，因為半個鐘都冇。第二，自我安排係純粹停留咗喺個概念上面咯。最後十分鐘，因為喺佢嘅世界觀入面，應該唔逼僆仔啊嘛。佢講到咁有道理啦，佢講到咁好啦，自我安排啊嘛。咁你唔會話，喂，你咁樣自我安排啊？喂，唔係幾好喎、啊？你嚟跟我咁樣安排，咁咪即係跟老師安排啊？咁所以點樣做到自我安排？我覺得呢個喺個理論層面上面咧係好聽嘅，但喺實際操作上面咧係好難嘅。咁而你挑戰佢嘅原則就係、是，喂，咁你做半個鐘，你都可以自我安排，佢成年都自我安排做嘅，咁所以俾對方上教嘅時候，呢樣嘢係低收入群，但係我覺得你可以嘗試下挑入去對方嘅世界度，你點樣自我安排，即係實際操作上係可以做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場係純粹呢啲係一個雞蛋嘅觀，大家對住自己嘅主持嘅執行啦、反應啦係好好嘅。咁我想讚下正方啦，因為啱啱挑戰你嗰兩條問題咧，我喺個稿件你嘅我係聽唔出有好大問題，即係如果咁當然都係提醒反方，你有啲嘢要挑戰佢，因為你逼唔到佢出一啲佢嘅漏洞咧，其實係佢聽覺得係好聽啦，好啲評分，係咪？咁所以其實就可以講係你哋掩藏得好好，係冇唔緊要嘅，即係各自為政，即係每一個都係琴聲都可以打到 NBA 總冠軍，成個團隊好勁又可以嘅，即係好評分又可以，呢、這個就各自嘅取態。咁今場你問我分子咧，我純粹應該都係純粹係。一啲好細微嘅喺度分到分別，其他都分唔到。咁啊，少少平衡到呢度，我留翻俾兩位嘅同工作嘅大家問問題。多謝各位。但係無謂嗰個時間上面唔夠，咁當然個目的出嚟嘅就完咗。咁
係啦，唔知大家有冇印象錯？我評語咧，我整體講啊，成場比賽咧，如果純粹我真係要抽絲剝繭去諗啲論點咧，我會覺得反方講嘅內容咧係應該係啱多啲，或者係講得到嘅。但我會講個分子或者個計分咧，就唔係純粹睇內容，所以個賽果咧就即係同我頭先講咧冇必然關係。好啦，咁具體發生咗咩事咧？由正方開始講起。嗱，正方我會評你哋咧。條主線咧，我覺得係有度嘅，而且我覺得係揀咗個都幾特別嘅位置。點解咁講咧？因為嗱，我唔知，因為我冇 check 過條比賽，而家冇 check 過條比賽啦。因為聯賽你知係呢隊伍嘅教練做下，我跟從我個學校嘅。咁我覺得你用自主學習呢個切入咧係有啲特別嘅，因為一方面我一開始諗書嘅，我當時係直觀嘅問啦，都要諗壓力啊，諗好多功課要做啊。但你用自主學習咧，就將個重點轉咗，你要將個重點由壓力啦、有量轉咗去一啲質或者一啲勁而啲本體嘅能力。例如頭先第一部分嘅最尾你主要係想做嘅，或者主要係背後嗰個價值係乜嘢？我覺得你擺呢個自強出嚟咧，係好嘅，而且都幫你梳理到某一啲你預期都反攻會用嘅一啲工具攻擊你嘅。咁啊，例如佢講減輕可能。減輕需要嘅負擔啊，減輕佢嘅量啊等等，我覺得呢個攞即係擺位上咧，我都係攞得幾特別，攞得幾好，前場都發揮到功效。但係問題咧就係去到後面，當你繼續就住自己學習呢個位討論落去咧，我覺得係心法，因為第一你講喺場上面解釋咧，我覺得好難於即係在於你繼續講翻啲係玩小學生個字。或者自己學習嘅機會，但係個後面自己學習最尾想帶啲咩，或者個經驗性係啲咧？坦白講，我係喺頭先成個環節對老師聽到，原來你講個學校角色嘅問題，係講嗰個意識形態，或者可能係啦，你可以諗下點解啫。但起碼喺場上四個位置再加埋 3D， 我接收到嘅嘢咧就係一係自己學習就去到呢個位，就去到一個論點啦，或者去到一個。標語出嚟，但具體裏面嘅內涵同埋再講，即係再深化落去有啲咩咧？我覺得略嫌唔夠。而第二點咧就係對方其實有挑戰過嚟嘅，佢係有就住自己學習邊個位咧去問佢，例如頭先所講，每日半個鐘啫，點樣影響你自己學習？我覺得同一時間你又未答得曬個，你講唔出嗰句喎，就係我覺得三十分鐘冇咗就係影響到自己。我覺得呢三十分鐘都係自己學習一部分，哪怕一分鐘都好，我都覺得冇咗就係冇咗自己。我覺得就係未去到咁，你未去到咁乾淨利落去答到呢一句。而當對方，當然睇翻，當對方問你，我特登拍住位睇一睇。當對方問你，淨係有功課半個鐘或者少少時間，點樣影響自己學習？佢問咗幾次，佢後場咁喺前場都有一個後面問得明啲。咁佢問咗幾次，你要唔應該講翻，因為自己學習，因為。嗱，類似 reiterate 翻自己學習呢個好處或者點樣呢個概念出嚟，但就係一嚟唔深化佢，第二就係你都未達到個方寸，你就個自己學習個諗法喺邊？所以嗰個位我覺得係停咗喺度。作為主持，我自己學習就即係個推演就停咗呢度啫。但當然啦，我覺得正方面嗰樣嘢好就係你攻勢都明白，即係攻擊對方輸嘅概念嗰啲。目標啊、效益啊等等，我都係OK 嘅。但如果真係講到最核心，你主線嘅建構係講緊自主學習作為基礎嘅話，如果呢一部分對方有攻擊，或者有呢一嚿嘢對於即係淪為泥沼，對方問完我又未，即係一方面你冇深化，同一時間又未有啲好 clear 嘅答案清理或者掃除到對方嘅一啲問題質疑咧，我覺得會危險啲。即係如果呢個作為你立論根基。所以如果真係要判斷嗰個立論嘅話，我諗係要小心少少。咁所以對於正方咧，其實主要睇呢個方面啫。其他包括歸納啊、反駁啊呢啲嘅反應咧，我都係唔錯嘅，即係做得好啲。頭先我講得諗到上一啲，所以我覺得喺呢一個主線嘅位，我都諗下觀察心法係需要。咁
當然啦，外部位置或者門外嘅，我覺得係唔夠，而且你出嘅位置係喺東邊，然後去到如果冇差出嚟，要再攞翻其他國家出嚟講咧，就冇咗真係嗰推論。咁呢個反方就攻擊得啱，就係個類比性或者嗰啲國家其實佢哋喺做緊啲乜嘢咧，我哋都即係聽到國家佢哋點樣做出嚟嘅位，係其他相關嘅內容，我都未聽到好多資訊咧，就都係嗰位大師。咁正方嘅 comment 係反方咧，我會覺得係其實有好多嘢咧都未講得盡，有好多嘢去到某中間位停咗，最尾效果咧，其實你打唔到佢。即係頭先就用翻頭先講對方個藍色間車去講，其實你都只係問咗啫，個結論係咩？個結論就係三十分鐘你點樣影響到嘅自學習？其實背後你都係要研究嘅，對一係就係對方嘅自學習，其實一嚟唔影響啦，二嚟其實你要再問係其實對方自學習講緊啲係你超越嘅問題，你再問嘅。但如果你聽翻 free 嘅話，好多時中間咧其實同埋都係講句就係、是。每日三十分鐘有幾強程度，其實冇咗科學，就問咗一句，對方點樣記，其實都指咗喺科學。所以我覺得有好多論點咧，就我覺得反方都係做唔到。例如你如果令到學習，其實係令到學習完之後咧，咁你係講咗功課嘅種類或者新式觀點出嚟，但其實正方問得好啱，而且正方喺呢個問題上，我係攞足曬分就係，其實呢樣嘢擺翻喺正常。九月至到六月去做咧，係一模一樣。你深烤都可以做到類似嘅成果。例如，其實你可能小學或中學都做過專題練習，或者可能有啲類似嘅開放功課。咁擺喺暑假做呢樣嘢，做暑期作業嗰個特性，或者用翻正方嘅問法，咁個暑假作業翻咧，我覺得係難唔到啦。嗱，你去後面咧，我覺得有啲跳成功嘅一樣嘢，但係我覺得喺前場嘅功課裏面咧，講唔到落去。又例如你講分壓力嗰個位，你要講得係你要分落星期嚟追，你去預判就終於講到啦，翻到學校壓力會仲大。咁我覺得你背後想論證爭嗰個係咩？其實就係個利益嗰叫係成本效益嘅研究，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就係你每個每一日嘅花少時間可以追到課程，花少時間都填補到成個學期裏面六個月上個星期係咗一段。時間嘅進度嘅話，可能唔得學。或者話講得明嘅就係學習效益分配，或者學習效益嘅一個考慮。但我覺得就係推動數結論咯，就去到問題就係温故知新，温做嘅話咧就要往正追啦。咁就即係停留咗喺問題，即係仲係喺個問題裏面。蓋棺定論嘅嗰個功能咧，我都未發揮到，或者未做得到，就變咗好多時都仲係。一方面就唔推進啦，二就係你繼續重複，就物計喺呢個位置落去咧，就越重複越多。所以我都嗰啲位又唔係好加到好多分數。咁所以我覺得反方呢個位置就係有好多位係你講咗，我又唔即係又唔可以講聽唔到，但係話好有力咁掌握到正方位，做到個攻勢咧，我覺得未至於都仲係唔喺問題嗰啲用力範圍。交流對打嘅實質，落到蓋棺定論嗰下咧，我都仲未，佢加少少苦咯。咁至於講翻主線具體嘅設計咧，我都反而係建議講嗰個係具體啲，就係你都係個重要係平衡嘅。Instead 落去講暑期作業嘅一啲功能或者咩關鍵資訊等等，因為呢啲其實坦白講係即係起碼我哋或者聽落嚟，我自己覺得係都幾 common sense。但係頭先個女仔都記得到，其實我覺得一段時間唔做，一段時間唔學，其實會流失係慢慢去嘅嘢嚟嘅，唔需要太多資料或者需要用幾個位不斷重複去解釋嘅。但至於擺喺議題度，仲有一個政策啦，即係小學嘅政策啦，要唔要嚟改變？其實同一般社會政策一樣，我哋平衡唔同嘅需要。喺暑期作業上，你哋要平衡嘅咩？第一課暑假嘅需要。翻個正如正方講翻十一個月嘅學，你需要休息，佢需要更大程度嘅空間俾翻自己。同一時間，你都另一種需要，另一種就係我都要鞏固翻學習，我唔能夠荒廢咗之後，我俾用學校老師同學六個月或者六個星期嘅上課時間，追化曬啲上一年嘅已經講到講咗嘅嘢。
基於照顧小朋友的休息需要，誒跟住照顧佢嘅學習進度，而呢個亦都係事實嘅審議嚟嘅。正方或者任何都未可以否認得到，我哋學校做呢啲政策或者公布嘅政策係需要考慮到學習嘅需要。所以當呢兩本力啦，就係同樣存在喺同樣確立到之後，個問題就係平衡。所以對方立場上我會俾批評正方，因為佢問得到你哋真係諗到點樣用時間，我覺得你冇用得到嘅。你嘅回應係冇衝突，但冇衝突唔係我所説嘅。調翻轉冇衝突，點解我所成過曬你花神十十倍嘅講啊？所以你我係未解釋，你係答唔到你。點樣解釋你就係個平衡點啦？頭嗰十個月其實就係要可能又睇你點樣結啦，可能結得唔好，但可能就係可能要高壓少少，或規劃多少少，將個進度真係全心全意放下嘅。咁你當天平兩邊就傾向有少少學習，所以功課壓力大啊，或者考試多，你可以質疑唔好啦，即係作為學生過嚟以前都唔中意。但係我哋學校嘅政策會改變，暑假就係一個平衡點，褪向少少課程。或者投多多啊，但唔代表完全捨棄咗學業嗰邊，因為學即係有好大程度要照顧學習需要，成少少程度要學習需要嘅體驗咧，就所以你嗰十個月由每日翻八個鐘學，變成每一日暑假用三十分鐘讀書咁，就係咁啫。咁你就可以合理地一照顧到喺暑期上呢件事上照顧到學習學生真正需要學校嘅考慮，甚至頭先平都講過。強者需要咯，即係家長有佢哋嘅理想，學校有佢嘅考慮，學生有自己嘅特性，即係支持佢呢個考慮啦。即係我覺得個 picture 應該係整多少少，但反方開出嚟咧就話從站開就係從功課裏邊去定義咗你哋成堂主線個定義同攞出嚟嘅書，但未從一個宏觀啲去落政策咧，從學校去攞一個家課政策嘅角度去睇，去點樣去 set。去點樣去照顧學生需要，點樣照顧唔嘅需要等等，去做決定要即係出嚟，去決定要唔要選擇就呢樣決策，去做分析。嗱，所以我覺得就係到用嘅話，就係你講中間啲讀錯嘅，就係公共諮詢。但係公共諮詢係一個咩 context 嘅問題？你暑假係一個